这个球出手打到是在左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落地，形成了安打。一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没有问题，一垒上的跑者上到三垒打击的李维翔上到二垒，就是一支长打出现带有一分的打点，第二分进来了，是二垒安打，这个球掌握得很好。这球外角的低角度的球掌握得很好。